明年就是马年，悠游卡公司也连续10年发行生肖纪念版悠游卡，还开放35组特别号码让民众抢购。那么马年纪念悠游卡延续使用一坛老顽童画家刘奇伟的作品，分别是郡居盘富贺太平以及彩铃辞岁马迎新两种款式，限量发行1000套，一大早就有民众来排队抢购开放35组的幸运号码，还有民众是年年都来排队，就是希望可以赶快集满12生肖。